你还挺快的，怎么那么快？自己就打开了，那么个厉害啊！来，给我这个，好吃吗？阿罗奶。阿罗奶卡，说甜一点嘛，那不想吃了。你不是饿吗？吃一点吗？你要全部吃完吗？嗯，那行，那我就看着你吃。行吗？可以看吗？嗯嗯，给我舔一点渣渣，行不行？分我一点吗？哎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我吃榴莲会长胖。嗯，好了，麦康。哇，我可以帮你剥开吗？但是我不吃，我帮剥行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嗯，不行，你得我自己，你要亲自剥，行。这个盆你可以放皮，吃干净一点啊！你吃不干净，我会忍不住去舔的。你吃干净，我就不用去舔了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扔到这里，然后小心别把手弄脏。要不要去洗手？嗯，要。刚才已经露一条。我给大家看看，好吃吗？请坐呀，来，坐近一点。坐直一点。流口水吧，没事，我今天要哎，别弄了。我今天榨汁的东西很多，今天我榨汁的东西很多很多，今天我买的东西特别多。你看那么多，你都看见了吧？放都放不下。闻着好臭啊，臭不臭？香不香？闻着臭，吃着香。嗯。你爱吃榴莲吗？嗯。嗯。昨天我听故事的还没听完的有一集是这样，就是有一个壮汉。脑子里缺根弦，闻见臭味以为别人做臭豆腐，还说很香。那不就是你吗？快吃吧。他脑子里是真的少根弦。他口水流的呀，流的一点都没流，流的一点都没流。你也不吃饭，就吃榴莲。嗯，当饭吃了。你可以帮你打开吗？吃干净点啊！你吃不干净，我到时候就忍不住要去舔。嗯，你吃干净点。你坏蛋！哎哎哎，别这样，这样太脏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去洗个手，洗个手，洗个手，再继续吃，洗个手，洗个手，洗个手。洗了吗？哇，这么好打开啊！
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怎么突然又喜欢吃榴莲了？前段时间给你吃，你都不吃。这不是吗？有一段时间吃腻了，是吗？嗯，或者可以说那些榴莲不好吃。啊、这个好吃是吧？今天我也是觉得这个榴莲光放在家里就很香，是不是？闻着都很香。你吃着我闻味儿，可以吗？行吗？嗯，我就刚送了你一个现成的屁，哈哈。你坐直，别往前弯，不要往前弯，不要往前弯。就是往后弯。不要往后弯，坐直，也不要往那边，就直直的就行。嗯，我可以帮你把这边掰开吗？嗯，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啊，谢谢啊，让我也过一把手瘾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根本用不着刀。这个棒，我给你把这个弄下来。这个我今天在用它做个头饰，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太远了，有点看不清。哇！哇！这也太好了吧！嗯，我今天喝汁的。洗个手，去洗个手，洗个手，洗个手再来吃。你可以吃。哦，你发现自己的肚子战斗力不行了，开始给我分配了。洗个手。没有了，快没有，胃里面的硫氮没有了，硫氮。嗯，吃吧，吃吧。你吃这块。我现在不吃，你先吃。你吃，我等一下要洗澡，还要弄一个头饰呢。你先吃。好吃吗？你给大家描述一下是什么味道？酸甜苦辣哪一种？咸。甜。甜。然后呢？是硬的还是软的？软的。香的还是臭的？香的。然后像什么的味道？像巧克力的味道。像巧克力的味道，嗯，只不过软了点。嗯，这么甜的，但是没有这么软，就是巧克力。啊，你说的我都流口水了。你还是流的没有口水，流的没有口水。你明明流的就是舌头。我看你吃的那么香吗？榴莲籽也能吃，你知道吗？上次还吃过呢。哎呀，吃干净，吃干净，不然下次我不买了。我下次不买了啊！啊？嗯。吃干净呀，也不能浪费啊。下次买不买也不能浪费。吃干净。去洗手。
疼了，希望你的肚子可以成色。说什么？你走了。我的肚子肯定也能吃得下，不吃了跑了。我是芝士，吃点榴莲就没事儿。榴莲的话，打成果汁不就加了水吗？记住关注加点赞哟。